恭喜發財啊！恭喜發財！恭喜發財！第一級啊！要買金啊？哎，呢個我計你十五蚊一箱啊！你咧？十五蚊？唉，時候嘅超快，我只你小心小心，你小心，恭喜喺度嘛？啊，要要，你先拿俾你啊！阿明阿空頭，翻碟梯，小心揸車啊！好彩你哋仲有開檔啊！唉，生意難做啊！老公，喂，你睇呢兩嚿年糕好靚啊！哇，真係好靚喎！琴晚一定中意㗎，今晚攞過去俾。叫你不要在厨房里面玩，你就是不听。你看现在打烂东西了啊！新年里面打烂东西不吉利的吗？你还跑，你还跑！婆婆，这个是什么？哦，这是年糕，要过年才有的吃的。年呢，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和你的爸爸妈妈和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吃团圆饭的节日。婆婆，婆婆，你的孩子。做什么在那里等？干嘛拍你拍呀？我全世界你最照顾我嘞！你还有没有单身朋友啊？我们少一单身。有冇搞錯？新年流流唔使放工咩？放心啦。婷姐，哦，这次真的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哦、OK。喂，仲翻屋企啊？走啦。我不明白，我做这份工有什么不好？你是大年多久来啊？今天年三十晚了、啊。你还不回来吃饭的话，永远就不要回来。开妈，我哋翻嚟啦。咁迟嘅，我煮嘅饭餸都冻晒啦。我哋仲留咗两只啊，好靓年糕俾你啊。嚟嚟嚟嚟嚟嚟，系好靓嘅。我最中意食噶啦年糕。妈，你哋买咁多嘢，我点食得晒？喂喂喂，我真的不明白，我做这份工有什么不好？你说什么？你懂不懂尊重你妈妈？怎么尊重你？像你一样躲在这里有什么好？现在连爸爸也过世了，还不是一样？就好。